贾静雯家的大眼，林志颖家的睫毛，他们家的复制张贴惊呆网友。贾静雯自从跟修杰楷结婚之后就被宠成了公主，自己也跟着大女儿生活。对于每次晒照都把梧桐妹打上马赛克，但是贾静雯很幸福，因为这也是女儿能够留在自己身边的唯一办法，就是不公开女儿的样子。贾静雯通过妈妈是超人带两个小女儿，让大家看到原来生活中的她是这样子的，并且把两个女儿教育得很好。大家一开始看到这一家的时候，就被这一家的眼睛给吸引了，这是逆天大眼啊，自带美瞳效果哦。除了贾静雯一家的大眼，还有林志颖家的。曾经林志颖就晒出过自己儿子黑米的睫毛，大家都纷纷夸赞睫毛好看，而近日老婆陈若仪也发了自拍，原来黑米的长睫毛是遗传了妈妈呢。这是双胞胎儿子的逆天长睫毛，也被网友们称为睫毛精。这样的睫毛请给我们女孩子来一打好吗？虽说遗传的基因很强大，贾静雯家的眼睛，林志颖一家的睫毛，但是大家确实是被这一家的脸给震惊到了。田亮一家曾经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上了《爸爸去哪儿》，让网友感叹这一家分明就是复制粘贴啊！大家最喜欢哪一组家庭呢？